十二届秘密天使助老计划开展礼同埋嘉许礼。我初初我都唔知咩秘密天使啊，秘密梗系好秘密噶嘛。但系其实我哋做咗隐恶嘅好事，咁所以其实咧就唔应该系秘密。我觉得咧，我哋出嚟做善事、做义工啊，应该大声讲，好似我唔大声啱啦，感染你身边每一个人。我而家咧都做咗人哋媽咪啦，我個女咧亦都係我媽咪帶大，所以咧今日香港有咁樣嘅成就，我哋屋企有今日嘅環境，其實老人家都係付出好多。啊，好靚啊！我哋愛心紅色嘅喎，係啦，咁啊呢個代表住咧秘密天使助老計劃集結各學校各學生嘅力量，積少成多，聚沙成塔。令更多長者咧享受需要嘅人士咧，可以享用到一線通平安中嘅服務，安享晚年嘅。一齊嚟到玩個遊戲好唔好啊？好啊，好啊，好啊。Tommy 話：舉高左手，跟住落嚟一線通平安中。Tommy 話：舉高兩隻手。好。呢套遊戲咧就係考考你哋嘅腦筋嘅喎，咁啊老人家更加要啦。咦？呢個好似係。每人都是得到一些纪念品的。我们有请长者安居服务协会執行委员会主席郑京汉先生 JBS GP 上台，为我们颁发第十一届秘密天使助老计划最高筹款额的学生奖项。铜奖是由刘德仪和陈咏琪同学，银奖是由洪卓然同学，金奖就是就是李嘉怡同學的。金獎是由聖保羅堂幼稚園楊志立同學，是請代表的，一共就是籌得10,000元精的。銀獎是東華三院陳少文中學慈善便服的，請代表，恭喜曬。金獎有請聖保羅堂幼稚園，聖保羅堂幼稚園的代表，是一人一利是的，都是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代表，請。他是做什麼呢？就是做賀年掛飾而賣攤位的。加洛薩培德書院，再請 Toby 為我們頒發感謝狀給以上參與的學校，請加洛薩培德書院代表上台接受感謝狀。不如這樣，我們現在請埋我們的嘉賓，我們的主席鄭京汉主席上一上台，同埋李慧瓊議員 JP 大家一起再次上台為我們主持這個馬仔長者日記慈善紀念郵票正式公開發售儀式的。好，台上邊咧，工作人員已經將呢個好巨型嘅，哇，係啦，呢個係啦，跟住我哋咧派發呢個馬仔嘅設計嘅咁靚嘅精美郵票啦。咁我哋由我哋嘅主席，好啦，咁跟住落嚟就係李慧儀議員 JP 幫我哋咧就貼上。亦都有請 Toby。 咁而家咧，長者安居服務協會執行委員會鄭京漢主席咧，就為我哋咧致送紀念品咧，俾我哋嘅嘉賓。首先就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瓊議員 JP 接受噶。秘密天使助老計劃大使梁靜琪小姐 ，Toby， 辛苦曬你。秘密天使助老計劃得以成功繼續推行，令有經濟困難的長者同埋有需要的人士咧，終身免費享用到一線通平安中噶，同埋其他全面關懷的服務。希望各位同學咧、老師同埋家長咧，再接再厲，喺來屆咧秘密天使助老計劃有更好的成績，耶！多謝大家。